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魑魅魍魉拔出结局，星穹铁道出花旗剑路已完结，活动攻略 2.4 版活动出花剑侠祭祀出花剑客行，魑魅魍魉本奇谭万应灵丹机械降临第一次事件，第二次事件，最终魅魍魉秘本奇谭万应灵丹机械降临第一次事件，第二次事件，最终事件。不错，啊！三月，我也有这样的信心，但你现在在这段时间，这些都将成为你。好像现在，嘿嘿，我记得当时三月七，当然，我是。二位，谢谢霍霍，哪里哪里。哎，尾巴大，不过嘛，我明白。那，不，他定下规则用紧。你小子，那咱是碎羊，能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等着瞧吧。啊！瞧瞧。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恐吓信？少装！是强林，你将扭，我们决定。刚才没。好了，废话少。我甚至，刹那，什么人会在家里？科特，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，竟然才发现老家离得那么近，你说离谱不离谱？我们平时在公司也没机会聊这些嘛。没想到这些年，有句话我一直憋在心里，不敢对你喜欢我。你怎么这么突然？不错嘛，斯科特。斯科特，我想和你。斯科特，你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全部录音了，咱们部门可是逆天。这，我明白了。这就不了吧。那是一只狼。他身后的王冠一定就是最扭曲的欲望了，终于深入到灵魂深处了。你是谁？本大爷想让本大爷好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功。我是斯科特家的骄傲，是一匹合格的孤狼，为了走上人生。可你真的快乐吗？你牺牲了气。我快乐吗？真牺牲感情？感情？那我，但我才不会。斯科特，斯科特专员，喂，三月七，我，尾巴大爷，想什么呢？斯科特的，我，斯科特专员，尾巴。那自然厉害。快跑啊！都说